抓着，来，包包给我，你不要动，包包给我，东西都放下，东西东西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放下了，放下来哦。坐着，来，包包给我，你不要动，包包给我，东西都放下，东西东西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放下了，放下来哦。本所接获台中捷运站转报，一名男子于丰乐公园站车厢内手持玩具枪，第一时间站内随车人员立即疏散该车车厢内乘客，幸未造成人员伤亡。而该名男子随即转搭往乌日站下车，遭捷警队警力到场控制行动，与其身上起出美工刀、剪刀各一把，令该把玩具箱遗留于车厢内。经查叶贤于案发前在捷运市政府站旁餐馆用餐后，自该站搭捷运往乌日高铁站欲回住处，因个人身心因素以此发泄，希望引起他人注意。经调阅监视器后，发现叶贤在捷运车厢上把玩玩具枪，并造成同列车乘客惊慌奔走，由中捷立即进行疏散并通报警方。由于叶贤行为涉嫌刑法第151条恐吓危害公众安全罪，依现行犯逮捕并移送侦办，其言行疑似失觉失调部分亦同时通报本市卫生局派员就其夜管部分应处。